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嗨，欢迎来到贝乐医院，我是贝乐虎医生。不知道今天会有谁来看病呢？哦，嗨，贝乐虎医生，你好，救护车安琪。有人生病了，我想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刚刚几个动物朋友一起到森林里捕食，可是不小心发生了意外。救救！哦天哪，快把病人们送进去吧，今天的治疗要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狮子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没有动物能比我跑得快。这下怎么办？可怜的狮子，你的身体被藤蔓缠住了。我们一起为它治疗吧。哦，这些藤蔓缠得好紧呀，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把它剪断。要用哪一种呢？试试这个叉子吧。看来要选择其他工具，就用这个吧。嘿嘿，藤蔓被剪断了，你们太棒了。现在我们需要为伤口涂上药水，这样才能好得更快哦。现在伤口看起来好多了，做得好。最后我们要用创可贴为伤口包扎。我想要一些更可爱的创可贴。没问题。我很喜欢。治疗完成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大熊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哇，蜂蜜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天哪，救救我。可怜的大熊，你的脑袋卡在蜂巢里了。我们赶快给大熊治疗吧。这些蜜蜂干扰了治疗，我们得让他们离开。
了，蜜蜂全都离开了。现在我们需要一个道具，把大熊头上的蜂巢取下来。这个蜂巢卡得太紧了。别灰心，我们再试试其他办法吧。耶，成功了！最后，我们还要帮大熊擦掉脸上的蜂蜜。好甜啊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现在治疗全部完成了，大家都做得很棒哟。让我们选择一位病人吧。小鳄鱼，你哪里不舒服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些小鱼太美味了，我要吃得饱饱的。我的嗓子好疼呀。可怜的小鳄鱼，我必须检查一下你的嗓子才能帮你找到病因。我们赶快帮小鳄鱼检查吧。好多臭气啊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们要先用口腔喷雾清除口臭。哈哈，现在好多了。我们赶快看看小鳄鱼的嗓子到底怎么了。原来是扎了三根鱼刺，我们得拔掉这些刺。耶，顺利完成。不疼啦。最后我们还要帮小鳄鱼刷掉舌头上的脏东西。治疗完成，你们真是合格的小医生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跳跳舞。哟吼！你感觉怎么样？已经不再难受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全都治好了。治好了。下次见。